家好，上期我们聊了人体阳气不足就会使人水谷精微物质气化不畅，产生疾病，其病名是水谷精微物质沉淀下来，就会使人产生疙疙瘩瘩、包包块块，进而久呕成湿，实血化痰，阻塞经络，气滞血瘀，甚至累及脏腑。用现代医学讲，就是肥胖啦、三高啦、各种慢性疾病等等。那么我们要补充阳气，首先我们要改掉不好的生活习惯，合理安排作息时间。